好，我们开始。惭愧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彩云之南的妙香佛国。一、妙香佛国，阿嵯耶观音。寻访千年佛国，云南大理。唐代于此建国南诏，南诏后期佛教开始兴盛。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以其尊崇佛教，故称为妙香国。妙香是指性德宝香，乃是自性本有，非从外得。诚如《无量寿经》所云，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即此滋味也。大理国时期佛教达到极盛，崇尚密宗，以素食开言。22代大理国国王有7代禅位出家。南诏时期，阿嵯耶观音化为幻生，受记蒙氏，从此南诏代代崇奉，称为建国圣元阿嵯耶观音，是密教阿弥陀佛之化身。对观世音菩萨的崇奉，至大理国时期能历久不衰。当地的同修曾经告诉弟子，观世音菩萨在大理被亲切地称为观音老爹、观音老妈。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感人故事。在净土宗，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大慈念老于《大经科注》中云：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经无量劫，观音即补其处，号普光功德山王佛。老法师说，释迦世尊亦为我等做榜样，讲经说法49年，亦是今现在说法，极乐世界以教学为先，未为全宇宙之最佳榜样。待至阿弥陀佛之化缘尽了之时，即示现般涅槃，观世音菩萨即补佛位，名号是普光功德山王佛。届时观世音菩萨亦是传佛衣钵，今现在说法。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云：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过中夜分，明相初时，观世音菩萨于七宝菩提树下结跏趺坐，成等正觉，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观世音菩萨示现成佛，时号具足，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时号具足，即是性德圆满。老法师开示说，观世音菩萨成佛时的极乐世界称为众宝普及庄严世界，比现在的极乐世界还超胜。佛号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诚如俗话所言，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法缘特别殊胜，成佛之后，国土的衣正庄严超过极乐世界，因此受记经云：其佛国土自然七宝，众妙合成庄严之事，诸佛世尊于恒沙劫说不能尽。由此可见此国土的殊胜。妙香佛国云南大理在历史上即是以尊崇佛教、崇奉观音而得以兵马强盛、王业克昌、万姓无夭杂之灾，五谷有丰盈之瑞。见南诏图传，佛陀教育化导一方，使得天下和顺、国丰民安之效，于此可见一斑。二迦摄尊者首依入定的鸡足山，探寻数年前所走过的足迹，此行故地重游，参访圣迹，倍感欣喜。云南鸡足山位于冰川县，县城牛井镇西北30公里处，因前列三峰，后托一顶，形如鸡足，故名鸡足山，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汇地。大迦摄尊者乃传佛心印之禅宗初祖，常住于世间，在云南鸡足山首依入定，待弥勒菩萨示现成佛，再将世尊的衣钵传授给弥勒佛。据唐朝玄奘大师《大藏西域记》记载，如来化缘思毕，垂将涅槃，告迦摄波曰：我于旷劫勤修苦行，为诸众生求无上法，习所愿祈，今已果满。我今将欲入大般大涅槃，以诸法藏逐累于汝，住持宣布，勿有失罪。姨母所献金缕袈裟，慈氏成佛，留以传付。迦摄承旨，住持正法。老法师于讲席中说：课时而论，迦摄尊者久远劫就已成佛，今示现身闻身，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清光绪15年1889年，虚云老和尚万里朝拜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后，回国至云南鸡足山三步一拜，朝礼大迦摄尊者，于华首门礼拜时，忽闻大钟三声。光绪28年，虚老从终南山再次行脚至华首门，夜宿树下，忽闻石门内之钟磬声，此乃朝拜迦摄尊者之不思议感应。三参访鸡足山大士阁报恩寺。鸡足山大士阁、报恩寺皆与观世音菩萨渊源颇深。大士阁是百年古刹，旧名三摩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是著名的观世音菩萨道场。历史上观音菩萨曾于此显灵。2009年，印信法师及相馆长向小丽馆长于此恢复重建，安僧护法，现颇具规模，秉承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导，一门深入，常时熏修，
专修专弘净土法门，办班教学，落实四根，培养弘法人才，功德无量。在鸡竹山大士阁数十，闻名遐迩，未为一绝。在2014年2月的云南大理鸡竹山素食烹饪比赛中，大士阁精美绝伦的鸡竹山大士素宴荣获一等奖。其中到底有什么秘诀呢？向馆长说，当他每次煮饭和泡茶之时，心中会自然涌现出阿弥陀佛圣号，想必这就是大士阁素食远近闻名的诀窍吧。这句弥陀圣号能够让餐食呈现出最美丽的水结晶。夜幕降临之时，鸡竹山最美的景色就是广阔的天际与浩瀚的星空，仰望苍穹，成千上万颗明星闪耀于天空，光华灿烂，仿佛触手可及。华严教门执掌云，如来于菩提树下降伏外魔，朗然大悟，成正等觉，名菩提身，此乃如来实身之第一。释迦牟尼佛30岁时于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称为菩提身。向馆长跟弟子介绍，种植在大士阁前的小菩提树正是从斯里兰卡的圣菩提树分支而来。当年阿育王的女儿僧伽密多到斯里兰卡弘法之时，从印度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佛陀当年于此树下大彻大悟，分支至斯里兰卡，栽种成活，国王视之为佛陀化身，晨昏定省，虔诚礼拜。此圣菩提树乃是佛法在斯里兰卡建立稳固基础之象征。大士阁的菩提树虽还很小，如同在此修学的法师们，现在此扎稳扎四根，一门深入专学大经，想必将来必能承传净宗，法音宣流，广宣大教，演唱妙法，就如同小菩提树长大之后枝繁叶茂，绿叶成荫一般。向馆长跟弟子介绍，到寺院修学的学生至少要用5年的时间稳扎四根，而后严格审核，评定德行，考核功课，方依其志愿剃度出家。由于道场要求严格，出家之前德行基础扎实，因而能够见合同解，勤修六合，和合共住，建立良好的道风和学风。四，念佛3年自在往生的好榜样，在鸡竹山报恩寺念佛堂外，弟子见到了黄中昌居士和另一位老菩萨的照片。向馆长介绍说，这是道场成立之初最早往生的菩萨，从2001年信德图书馆成立之后，有多位菩萨往生西方，瑞相稀有。2004年
75岁的吴振峰居士欲知实质，自在往生。2005年59岁的吴粉玲居士于念佛声中微笑往生。2006年38岁的黄中昌居士闭关2年零10个月舍报往生。他们生前都是每日6小时专听上净下空老法师所宣讲的无量寿经，11小时精进念佛不懈。吴振峰与黄中昌居士更是止语用功，绝无闲差。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在讲经时常常说，在往生传净土圣贤录之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从接触净土法门直至往生，3年就成功了。黄中昌居士听说念佛3年可以往生，于是闭关念佛，决志求生净土，向小丽馆长护持。据黄中昌居士的生平简历记载，黄中昌居士1968年出生于广东省惠州，2001年于深圳信德图书馆成立时至道场做义工，2003年中秋发心止语念佛，立志为大众做念佛3年决定往生的典范。精进好学，每天念佛11小时，专听老法师讲无量寿经6小时，从无间断，全经反复听了5次。黄居士修行最大的长处是能每天认真忏悔反省改过，听经闻法后即彻底放下，依教奉行，自发心精进念佛起，生病发烧即断绝饮食，一心念佛，从不吃药，安然度过。2006年6月8日，黄居士晚上发烧，不仅拒绝医药，一反常态的连滴水也不沾。6月9日上午，图书馆负责人征得黄居士本人同意送医治疗，检查结果是肺部严重感染，有生命危险。医生说，黄居士从进医院开始神志始终清楚，口中不停念着阿弥陀佛，从无间断。6月8日晚上，图书馆负责人曾于梦中见到一男子要走，请为他安排时间，希望不超过9日下午5点，因他第一站要到香港，在老法师讲经时谢恩。果然黄居士于6月9日下午4:50往生，足以证明古大德与往生传记所记载，真信切愿3年念佛决定往生之语真实不虚。老法师于讲席中说，黄中昌居士在官房中读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真正放下万缘，2年10个月预知实质，自在往生。他信愿坚定，厌离娑婆，念佛3年，功夫成就，舍弃寿命，蒙佛接引，自在往生，
证明弥陀大愿真实不虚。黄宗昌居士为后人留下发愿文以及止语的好处，敬业学人可知借鉴，获益良多，摘录其要以享学人。止语的好处：一、真正做到善护口业，不积他过，使自己能尽最大的努力修好十善业，积累往生的福德资粮。注：一、防止损福，避免灾祸；二、能够避免犯破六合境，破坏正法道场的重罪。注：易经云，吉人寡语，疑心闲话，源于贪嗔痴慢，多言者心不在道，未真正升起了生死出三界之心。如果是真正的修道人，心里常存惭愧，一定会珍惜光阴，把精力用在听经、讲经、看书、念佛、拜佛。三、能够提升自己的忍辱功夫。注：止语可练就自己样样忍耐，克服烦恼，慢慢做到不见他人过，只见自己过，不为外境所转。四、能够提升自己的澄净心，能够得到佛菩萨更大的加持。澄净心多一分，则多消一分罪，多增一份福慧，多得佛菩萨的一分加持。五、能够提升自己的警觉心。注：止语能帮助察觉自己烦恼习气、毛病过失，并加以控制和改正。六、能够比较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清净心。注：避免杂心闲话，帮助精进修行，心常空灵，愈加清净，愈有智慧。七、能够更好地学习随缘度日。注：更加老实，没有意见，随缘度日，心平气和，扶助烦恼。八、能够放下种种恩怨。注：保持平等心，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一切人。九、能够增长谦卑恭敬的心。注：放下共高我慢，自以为是，感到自己微不足道，增长谦敬之心。十、不提供机会让人与自己谈话，也减少了别人造业的机会。注：易防止他人烦恼现行，障碍自己正常修学。十一、止语其实是在享清福。止语久了的人会觉得说话是很麻烦、很辛苦的事，请他说话，他会感到很不愿意，也很不自然。黄宗昌居士留给世人的这篇止语的好处，正是《无量寿经》经文“善护口业，不积他过”的最佳注解，深植我等敬业学人效法学习。最为感人至深的是黄宗昌居士的身教。吴晓林老师曾经在印光大师十念法之问题讨论中回忆起向馆长所讲述的两则故事。在念佛的过程中，有一位天津的女居士诬告黄宗昌，对他非礼，
向馆长明辨是非，没有听信谣言。不料有一次，在念佛出班后，这位女居士当着众人的面，来到黄宗昌面前，啪啪扇了他两耳光子。当时向馆长站在旁边，看到黄宗昌不为所动，眼皮垂帘，还在那儿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像没有被打一样。听闻此事，胡小林老师感动地说，这就是往生的样子。在信德图书馆用斋是自助餐的形式，同时播放上净下空老法师宣讲的《无量寿经》。有一次，黄宗昌居士用餐盘打好饭后，就坐着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突然，这位女众走过来，哗啦一下，就把黄宗昌的盘子从桌上掀到地下，还破口大骂。黄宗昌二话不说，拿着扫桌子的扫帚把饭扫起来，连菜带饭又扫到托盘里。起来以后，一边吃一边观看老法师讲经，如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胡小林老师说，这种身心清净如如不动的功夫，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标准。黄宗昌居士所说的和他所做的是完全相符的，其忍辱功夫和上海下贤老和尚如出一辙。多年前电工无理强行收费，还打了贤工两个耳光。贤工说，忍忍算了，能忍就心里安生。他打了算是给我抓痒的，唾沫吐到脸上，当是洗脸啊。跟人不争高论低，就没烦恼，忍者自安啊。此言如今读起，能令人感动至极。五结语：学弥陀愿，行观音行。鸡竹山大士阁报恩寺皆与观世音菩萨的因缘颇深，今日恰逢2014年11月21日，是刘树清老菩萨往生二周年之日，仅以此文感恩大悲观音于此浊世恶苦之中的慈悲示现，感恩大慈念老苦心孤诣注解净土大经的恩德，感恩刘树清老菩萨悯念众生为净土大经做正转的恩德，感恩黄宗昌居士念佛三年自在往生的慈悲示现。愿以此身尽未来际，效法弥陀大愿，落实观音大悲，尽此一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不退成佛，诚愿再来普度众生。以上是惭愧弟子参访学习的浅显心得报告，不妥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与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开启法师这一篇报告写得好，都是事实啊，
净土法门，最难得的是观音世智，二大菩萨了为我们表法作证。我们读经文，看到这些感应，深深的能体会得到，是给我们在现前这个世界动乱局面当中，如何求净土，如何求往生，做了最好的榜样。观音菩萨的慈悲，特别是示现在忍辱波罗蜜当中，何以他们能忍，我们一般人不能忍，原因在哪里？他们是真心切愿，一心求生净土，对外面的缘，无论是环境、顺境、逆境，人事，无论是善缘、恶缘，全放下了。才能做到忍辱波罗蜜。海贤老和尚要是没有放下，能饶恕这电工吗？黄仲昌给我们示现同样的境界，他要没有放下，能饶恕这些龌龊的人吗？这是我们要明了的，我们要学习的。这一些毁谤的人，侮辱的人，动手打人骂人的人，在学佛人的心中全都是善知识，就像忍辱贤人，释迦佛的前身遭遇到割离王割截身体，不但没有怨恨，而且还发愿告诉他，我将来成佛一定第一个来度你。释迦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他就是过去那一位割离王。佛说话算话，没有妄语，一定兑现的。不但没有怨恨呢，心里面还感恩。为什么？这来考试的。你不是修忍辱吗？看你能不能忍。关关都能通过，说明
你真修行。啊，为什么要试验？不试验可不可以？可以。试验更好。为什么？事先是表法给那些道行不坚固的人，还没有完全回头的人，提醒他们，警惕他们，帮助他们向上提升。于是这是佐证转的。啊，三转法轮当中最妙的方法，表演给你看，确实没动，没有起心，没动念，我们在学习课堂里常常提醒同学，也提醒自己。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总不外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就全包括了。啊，能在这个境界里面不执着，这就是阿罗汉了。不分别，这是菩萨了。不起心不动念，功夫圆满了，达到佛的境界了。所以顺境好事，逆境好事，善缘好事，恶缘也是好事。好事是什么？平等，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是好事。啊，不接触，不接触不算数。为什么？没有通过检验。接触是通过检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早到晚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能不能像海鲜老和尚？能不能像黄仲长？啊，黄仲长这个表演好啊，一盘饭菜倒到地上了，扫起来之后还把它吃掉，不是就丢掉啊，吃掉啊，这就是忍辱波罗蜜。我们设身想，处身想一想，我们遇到了能不能做到？啊，他心里若无其事，人家骂他一句话不回，打他不还手，啊，这样的行持，别人看在心里，真正修行人能不佩服吗？能不感动吗？啊，他在那表演自行化他，自行忍辱波罗蜜，达到什么境界？啊，化他令人听到、看到、感动。啊，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这叫真忏悔呀！啊，佛菩萨摄受，佛菩萨
赞叹。啊，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菩提道上，观音是指没有离开我们，啊，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不能因为小小赞叹得意忘形，功高过慢，啊，受了一点委屈冤枉，啊，就灰心了，这错了，那经不起考验的，啊，希望我们了解，认真学习。再看下面第二，惭愧学生庄林法师向尊敬的师公上人、师父以及诸位法师大德们汇报学习《无量寿经》科注粗浅心得，若有不如法的地方，恳请慈悲指正。师公上人在2014净土大经科注第112集讲到，开化显示真实之际，结归到本经，佛说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第二个真实智慧，对净土法门能够相信，能深信切愿求生净土；第三个真实利益，帮助我们这一生脱离六道轮回，出离十法界，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这三个真实，如果我们真正了解清楚，就会下定决心，万缘放下，心上只放一句阿弥陀佛，其他念头什么都不想了，念念与佛相应，等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引我们往生。上个月母亲为了闪避从巷内突然冲出的狗，母亲一句阿弥陀佛，接着摔离摩托车约两公尺远而昏迷过去。幸好有同修及时赶到，请来救护车，陪同母亲坐在救护车上，听同修转述，将母亲送到医院，处在昏迷状态，仍然佛号不断，可见母亲平时念佛精进，才能在危急时佛号自然脱口而出。到了医院照 X 光，右边的锁骨及肋骨摔断了，断的骨头插在肉里，所以身体一动就剧痛，需要开刀装支架将锁骨固定住。开刀房因怕细菌感染，冷气特别强，当时又穿着非常单薄服装，身体一下就失温了。当手术完成，麻醉药退去时，母亲清醒过来，身体缩成一团，一直说很冷，而且发出颤抖的声音，一直说人死后千万不能冰，人死后千万不要冰。他深受寒冷难忍之际，却想众生的苦，母亲处处在为我说法，身为儿女的看得相当不忍。学生马上跟母亲说，您说的我已经记住了，以后会劝告人不要把亡者冰起来，我们现在开始
专心念佛。话讲完就念佛给母亲听，一字字慢慢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清清楚楚。母亲一听到佛号，就马上跟着念，把念头放在佛号上，不去想身体冷。就这样靠念佛，身体渐渐回温，暖和了失温状况。一般手术后，当麻醉药退去时，都会呕吐。母亲因锁骨、肋骨断裂，如果吐会非常疼痛。当想吐时，学生在一旁念佛，求佛力加持，直到最后都没有呕吐现象。当下才真正体会到，念佛不可思议。住在医院的夜里是最难熬的时刻，尤其在凌晨二三点，每当母亲要睡着时就会咳嗽，每一咳都是边咳边哀嚎，痛到眼泪直流。这时学生就跟母亲说，我们要跟冤亲债主忏悔，我们过去无知伤害了他们，他们被伤害时也像现在这么痛苦，现在他们上门来讨报，我们要欢喜心去还，把我们修学的功德全回向给他们，请求他们原谅，希望彼此能化解冤仇，不再冤冤相报，请一切有缘众生一起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六道轮回是无比的痛苦，唯有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才能永远脱离轮回。这一说完，母亲马上就感觉到痛苦减轻了，也能跟着念佛，慢慢咳嗽也就缓和了。在医院第四天晚上，因为咳嗽全身疼痛难忍，母亲无法入眠，学生在一旁，只要母亲醒过来，就马上念佛，给母亲听，母亲也会随着念，念到疼痛减轻，才又睡着。直到接近凌晨四点，咳得很厉害，母亲真的受不了，赶紧要学生去拿止痛药。等药吃下去之后，学生跟母亲说，现在是清晨四点多，因市场需求，许多的猪、牛、鸡、鸭正在被人宰杀，他们的痛苦与您现在的痛苦相比，几百倍都不止。母亲一听，慈悲心马上显露出来，就说，是啊，我现在的痛哪有比现在被宰杀的众生痛呢？学生马上说，明天帮您买物命放生好吗？把放生的功德回向给您的冤亲债主。母亲一听很欢喜，马上就拿钱出来，要我帮他放生，随后痛苦马上减轻，真是不可思议。当出院回家时，学生在佛堂立了母亲的冤亲债主牌位，烧了一支香递给母亲，让母亲对着冤亲债主牌位前再度忏悔。此时母亲非常真诚地与冤亲债主求忏悔，声泪俱下，希望冤亲债主能够原谅他对他们的种种伤害。当上完香后，回去床上休息，突然耳朵啵了一声，听力恢复了，因为撞击伤到耳朵，
耳朵总是蒙蒙的。这时母亲深刻感到，能与冤亲债主忏悔，化解怨怼，是如此的庆幸，于是更精进念佛回向。冈山净宗念佛会的同修发心为母亲恭送三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回向，以其母亲早日康复，功德回向累劫冤亲债主。母亲受伤期间，师父也带着药来看望母亲，还亲自为母亲涂抹。学生在一旁看着，眼眶都红了，内心感动不已。疗养期间，多位同修发心来照顾母亲，甚至还有两位菩萨住在会里，以便母亲不时之需。母亲直说福报现前，很感恩。前来关心的法师大德同修送来靠垫、营养食品、医药等等，盛情难却，让母亲感到无比的温暖。由于母亲这次的事故，着实给学生上了一堂课。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是真的。如果没有弥陀加持，母亲的疼痛不知会痛到什么程度。由于忏悔的心加上佛力加持，才能化解一切怨怼。弥陀圣号，万德洪名，真真实实能帮助我们度过一切难关，一直到临命中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佛对我们的护念是如此的广大无边，会与众生真实之力，恩德难思，唯有精进念佛，求生净土，其余无以为报。以上心得报告，恭请师公上人、师父及善知识慈悲惠语批评指正，阿弥陀佛。庄严法师遇到母亲，这是一个劫难啊，知道念佛，信心没有丢失啊，而且母亲念佛的功夫也得力啊，经过他一提醒，母亲的平时的修行，那个能量能显示得出来啊，这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佛力加持。为什么？佛给我们说了一个原理，我们要长期在心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是佛能加持，我们能受到加持，真正的原因。啊，让我们想到经典里面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这个心是指一念，一念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时时刻刻提防不正当的念头，决定不能有。真实的利益，第一桩是正念帮助我们身心健康，就是遇到不能化解的怨怼在极其痛苦艰难的时候也能够平安度过，正念重要正念是无一切妄想，无一切杂念。念佛人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叫正念。平常念佛为什么得不到佛力加持？正念里头夹杂着杂念，让你这个能量啊大幅度的减轻了。决定没有杂念，决定没有妄想，这一句佛号念到底，眼前许许多多的人做到了，做出好样子给我们看来佛寺的三位大德海鲜老和尚的母亲是表在家居士他们临终欲知是知，自在往生。世间人常常谈的把苦较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生苦过去了，现在忘记掉了老苦病苦死苦我们天天在煎熬，还有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无因之身人间的现象，佛这八句描绘的淋漓透彻这叫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幻想佛教给我把它转过来，怎么转？念头转过来，境界就转过来了只想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都放下了，都不再想，这就对了感应不可思议，感应就在面前一切时一切处都能明显感受到，这是真实之力所以我们的学习班每个同学有自己学习的心得学习的体验，互相交流
对我们信心、愿心、用功都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看下面一位，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同修大德，大家好，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题目：佛云，逆恶不信之流，欲生怜悯，故无疑众生，或生弃舍也。太上感应篇第二十句，正己化人，后汉陈时在乡里，平心率物，岂有争讼，折求判证，小欲屈直，退无怨者。写曰：民为刑罚所加，物为臣君所短，常有道指梁上，时起秉烛，呼子弟训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也。道经投地请罪，时徐小之赠捐二匹，令其自改，化及一线，无复窃盗。陈时是东汉人，他刚开始是县府里面的一个官员，因为很喜欢读书，县令邓绍送他去太学读书，后来任官，修得清净，党锢祸起，很多人都逃避，大家都不敢去投案，只有陈实自请求进。他是坦荡荡的君子，他自己去投案，但是遇到大赦，所以他可以免除徒刑。在乡间居住时，他累征不就，也就是很多次朝廷请他当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他过世的时候，前往吊祭的有3万多人，死后被追称为文范先生，被称为一个君子。陈时平时在乡里待人处事用心公平，率物就是做众人的榜样，在儒家叫做平心率物。在我们佛家来讲的话，平心就是平等心。怎样才可以做到平等心呢？法身大事就可以做到平等心呢。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势至菩萨是大舍，中间阿弥陀佛就是平等。什么人可以做到平等呢？以念佛人来说，要往生西方；以大乘教来说，必须要破见思惑，然后破尘沙惑，再破一品根本无明，要分正法身才能够做得到。正法身以后，自然而然我执跟法执都破了，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也破了，就可以做到平等了。在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都能够以平等心来对待。乡里中有争讼的人，经常都请陈时来裁断，他就小以是非曲直，使他们能够明理。民众经过他调解以后离开，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并且说宁可接受法律的制裁、刑罚的处罚，也不愿意被陈时来说缺点。陈时本身有这个德行，曾经有一个盗贼藏匿在屋梁上，陈时就起床，
拿着蜡烛，呼的呼喊着弟子集合，并训诫他们说：为人不可不自我勉励。他是在讲这个给，在讲给这个盗贼听。他说：做人不能够不自我鼓励，不善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只是因为习惯所养成，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凡夫就是因为有毛病习气，有我执、法执，根本无明，所以才轮回六道，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如梁上的小偷一样。盗贼听完以后非常害怕，就从梁上跳到地上来，向他来请罪。陈实就慢慢地分析道理给他听，并且赠送他绢布两匹，并且教他一定要改过。陈实的行为，他这种德行潜移默化了整个县，没有人敢再为盗贼了。像现在我们就是没有这种德行的人，所以现在盗贼非常的猖狂。我相信不只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一样。陈实就非常了不起，小偷在上面他也不怕，是个君子。集合起来，表面上好像是对弟子在训勉，实际上是在说给梁上的小偷听。用心良苦，陈实真的是以平等心对待小偷，唯有平等心才不会落入分别执着，我们凡夫就会落入二法，对跟错，是跟非，好跟坏，美跟丑。我们每天面对六尘境界及人事物，我们根尘接触的那一刹那，我们的毛病习气就起现行了，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见惑就起现行了，我们迷而不觉。所以我们根尘接触以后，第一念没有问题，第二念就开始分别执着，那就有什么，就落入了二法了，就有能所对待，就有对错、好坏、美丑、是非、善恶。你只要看到这个人或这件事情，你马上就落入分别执着，那事情不对，这事情对，你就被这个境界转掉了。你听到这个声音，你马上就落入能所了。这声音对我友善，那声音是对我攻击，所以你的习气跟毛病马上就现形，就是因为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有断，所以我们迷而不觉。我每天都是用八识51个心所，然后刹那刹那生灭，我们完全没有见到事实的真相，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见到自己的本心，我们没有见到诸法实相，我们也没有见到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是本来当下就是一真法界。像佛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也成极乐世界，因为佛就在一真法界里面。凡夫迷了以后就变成六道法界了。三善道跟三恶道，你有持五戒十善，但是你不能够离相布施，那就是三善道。你还有执着、分别、妄想，你就是在三
善道，如果你贪嗔痴慢疑非常的炽盛，习气很重，那当下就堕入了三恶道里面。如果你当下心能够缘苦集灭道，修四圣地，最后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证得阿罗汉，那么你的心当下就出离三界了，就证得罗汉果位了，证我空真如。所以我们这念心每天就在六道里面轮转不息，那佛呢，他永远都是在一真法界里。这个地方我们就来分析。诚实说，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我们不敢确定说诚实是不是已经开悟，但至少他是个圣贤，他是一个君子。换句话说，他本身善恶对待非常的薄弱，甚至没有，因为善恶对待就是能所对待。所以佛法到最后就是让你破能所，能所亦如，那么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我引用印光大师的开示，为什么世间的佛菩萨圣贤，他们对待这些忤逆十恶的众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慈悲心。我们来看印光大师的开示。印光大师在写给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暴露的序文里面，这位江慎修先生有编了一本书宣扬放生戒杀的果报，我也曾经看过他的这本书，编一本蓝色的小册子，编得非常好，都是在讲放生的善报，不放生杀生的恶报。印光大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人物虽异，人跟众生虽然不同，包括诚实跟小偷之间，人物虽异，心性是同，但是佛性是一样的，人人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人人皆有这个佛性，就是六祖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觉性，叫心性视同。举凡三乘六凡，三乘就是指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佛法佛陀有五乘说法，如果叫五乘的话，要加一个人天乘，还有一佛乘。如果你读到《法华经》的话，佛讲三乘其实是方便法，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讲，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那个二就是大乘、小乘。如果你讲三乘，那就是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讲，唯有一佛乘，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换句话说，三乘也是佛陀方便说法，就是化乘而已。真正的涅盘乘是一佛乘究竟涅盘，乘佛就是我们说的一真法界，常极光净土，极乐世界就是一佛乘。那这个地方讲说，举凡三乘六凡，六凡我们都知道六道众生，三乘跟六凡的众生
在佛看来都如一子，如来视之皆如一子。我们说佛陀来这个娑婆世界8000次了，佛陀视每一个众生如罗侯罗，所以这个地方说皆如一子，众生都是佛陀如来家里面的儿子一样，佛陀是这样对待众生，佛陀完全没有任何保留，倾囊而受。所以佛陀要灭度的时候，文殊师利菩萨请示佛陀说，佛陀，你有没有最后遗言要交代？佛陀就说，文殊啊，我毫无保留，全部都给众生了。佛陀毫无保留，全部都给众生，说出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佛陀是3乘6凡的众生，印主说皆如一子，何以故？以其皆具佛性。换句话说，诚实对待这个小偷，也是如对待他儿子一样。他当时如果没有慈悲心，他大可去报官来抓，用现在话说，叫警察来抓，赶快报案。他最后放他走，最后他还送他2匹布。最后这个人应该就不会再做小偷了。所以诚实在那个县，整个县都没有小偷。换句话说，窃盗的发生率是零哦。所以这个以其皆具佛性，就是圣贤跟佛菩萨都知道，众生都有佛性。那佛菩萨不止对人是这样，他对任何蠢动寒灵都是这样的平等心，所以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不是说只有对人，人有佛性，那蟑螂、蚂蚁就没有佛性吗？不会的，佛对待人，对待一切众生，跟蠢动寒灵都一样，同样的慈悲心。因为佛知道，以其皆具佛性，皆堪成佛。这句话就是佛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讲，一禅体也可以成佛。一禅体就是断了善根的人都可以成佛。所以你看，提婆达多虽然违反戒律，扰乱僧团，跟6群比丘可以讲说破和合僧，甚至佛陀在要去托钵的时候，经过那个山脚下，提婆达多跟那些恶人在山上将石头滚下去，想要害死佛。佛陀的护法金刚、护法神用神通力把那个石头击破，所以只有佛陀的脚轻轻地受到石头片的小伤。这叫出佛身血。出佛身血是堕无间地狱啊。沙父、沙姆、沙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提婆达多堕到地狱，佛陀都还要救他。印光大师说，视之佛是众生皆是佛，众生是佛皆是众生，众生看佛就是众生一样。那佛看众生呢，通通是佛，佛是众生都是佛。所以印主说，多方化导之，种种折射之，用各种方法，用84000法门，用4色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用种种方法，
来折服众生，来摄受众生，叫做种种折摄之，纵令绝无信心。这个要从哪里看出来？例如说，你到监狱去弘法，很多人都发心到监狱去做教诲师。这个小偷，你一直给他劝导，他关进来的时候，你一样给他开导，放出去了，隔几天又进来了，还是继续给他劝导，劝导完又出去了，他毛病又犯了，犯罪又进来了。地藏王菩萨就是这样。这就是什么？纵令绝无信心。不要说到监狱去劝导这些犯罪的恶人，要说我们啊，我们有时候渡到旁边的左邻右舍，渡我们的亲人，渡我们的朋友，渡我们的同事，稍微一点障碍我们就退转了。哎呀，众生难渡啊，刚强难化，我们就退转了。包括父母稍微考验你一下，你就退转了。你看佛菩萨纵令绝无信心，一点信心都没有，也不舍弃呀。所以什么叫菩提心？这个叫菩提心，亦不弃舍。我有一个女众莲友，她本身虽然不是很喜欢听经，但她有一个长处，不管说这个人是否学佛，或是业障很重的，或是根基很拙劣的，她一定去陪伴他，她不断地去劝导他，一直去陪，陪到什么？陪到我们讲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陪到后来真的改变了他的业力，真的有这样菩萨。曾经有一次，他请我去关怀一个个案，这个案的妈妈是单亲家庭，离婚了，独立抚养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儿子是念我们台北这边算是比较有名的高中，师大附中，算是很优秀的高中生。有一天在学校打篮球的时候，突然间羊癫性的病发作，就突然间手足僵硬，失去语言功能，突然间好像变个人，完全失去本有行为能力，然后送到荣总医院去，完全失去知觉，昏迷状态，而且昏迷将近一个多月，后来都没有好转，也不认识家人。我刚才讲的这个师姐就开始去陪伴他，他找我黄警官来一起帮忙。这个小孩的妈妈住在我们戏址附近，我就带莲友到他家去，带他两个女儿跟这位妈妈一起送地藏经祈福，送了很多次，因为他儿子要在台北荣总做大手术，家贫需要募款，我印象中大概募了一二十万，就凑齐这笔钱。医生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药特别的好，不妨试看看，也许有效，但不一定会成功，若不救治就一直成植物人。我透过带他们家人这样诵经拜佛忏悔，我们讲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因为有这样的菩萨在陪伴他们，结果发生奇迹了。诵经忏悔完，医生用那个日本进口的药以后，竟然可以治疗他的症状，后来慢慢地恢复知觉，然后再经过长期的复健，现在好了。
那一天，我去参加这位师姐百岁妈妈的告别式，我碰到那个小孩的妈妈。她每一次见到我都说：“哎呀，王师兄，我不知道怎么感恩你呀。”我说：“不用，这是应该做的，我们帮佛菩萨做事嘛。”那贵公子现在怎么样？他说治好后师大附中毕业，后就考大学，现在快毕业了。因为他后来延缓几年才上大学，你看改变命运的奇迹啊，也改变了业力啊，众生欢喜了。这就是什么？亦不弃舍，即是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我们如果没有菩萨心肠，说这个没有救了，业障深重了，随缘了。印主说，纵令绝无信心，亦不弃舍。所以若你能够发挥这样的心，它是相应菩提心的。驱锤方便，佛菩萨用各种方法来度众生，令众善根。那时候我们在度这位师姐的时候，我告诉她怎么做。我说：“你今天会得这样的业报，会有这样的共业家庭，你除了忏悔改过，还要积功累德，还要行善。”所以我们就鼓励这个小孩的妈妈一定要去布施，去帮助别人。现在她也终于度过这个难关，儿子也正常了，两个女儿现在也都有工作了。这就是什么？令众善根。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要学习地藏王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我们要学习菩萨的这个精神。印主说，待其因缘时至，佛菩萨很有耐心的，在等待因缘成熟，自然发生增长，自然他就会增长善根，依教奉行。因缘到的时候，他就会进来佛门。像我们有一个师姐，他父亲从大陆大陈岛撤退到台湾来，那是一个大家庭，所以造了很多的杀业。因为大陈岛那边大概都是捕鱼人家，这师姐大家庭都喜欢吃海产类的鱼类，所以造了很多杀业。这位师姐的女儿一出生就吃素，等于是来度他妈。后来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讲地藏经，他特别来跟我认识，就只那么一次，他接下来就没有再听我讲地藏经了。这完全是地藏菩萨的安排。后来孝莲讲堂成立，他就到孝莲讲堂，每个月五次来讲堂做周日及每周四的香积菩萨，煮素食供养这些学《弟子规》的同学及念佛老菩萨。他每一次都很花心，自己买菜来，不用讲堂帮他准备菜，他全部都是大包小包，这样全家总动员起来。平常他假日一定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去打扫厕所、拖地板、扫地，积功累德。哪个地方法师或僧团、哪个佛寺需要做斋素斋，他就带着莲友去帮忙。他这样快速的累积福德资粮。本来他的长女很叛逆，现在他长女也被他度化，到讲堂来上弟子规了，他长女也进入厨房帮他。
一起洗菜、切菜，做小香积菩萨。不仅这样，他还度了他师兄，他开杂货店的先生，本来行动就不太方便，走路都一拐一拐的。轮到他做香积的时候，他师兄就开着他修旅车，把这些斋菜就拿到讲堂来，亲自提上来。他先生经过这样一二年的度化以后，去年就跟他师姐讲说，我发愿吃素了。这就是什么？佛菩萨透过你的慈悲喜舍，度化了你的长女，度化了你先生的这个业力啊，转变了他的业力，自然发生增长，依教奉行，现在就依教奉行了。这就叫做佛不舍弃众生。所以你不应该只有度外面的众生，你还要度你家人，这也是众生。有些人很会度外面的莲友、师兄、师姐，可是对家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两手一摊说，刚强难化，难调难服。学佛最后才度我们本身的众生，我们无量无边的习气毛病就是众生啊。等到最后你成佛的时候，你就做到《金刚经》里面讲的那一句话，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矣，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那你就成功了。所以印主说，众生是佛，皆是众生，故闻佛之言，不生感激。有时候有些人，譬如说很热心的送爱心便当去给这些街友，坦白讲，有时候还会被嫌，你的便当没有热，没有肉，你便当是素食，我不吃。说不定还把它丢掉。众生是佛，皆是众生。如果说你没有慈悲喜舍心，你一看到他这样，起烦恼心就退转了，那么你可能就永远都不能够成就。所以菩萨都是百折不回，不屈不挠。虽然众生难度，印主说，闻佛之言，不生感激。凡以己智邪之谬见，多方毁谤，众生还毁谤佛法呢。甚至这里面更严重的，印主说，甚至拆毁塔寺，焚烧经典，固结魔党，破坏清修，这种忤逆罪，菩萨还是要度他们。你看六祖大师开悟以后，他没有马上去度众，他先做表法给你看。他到猎人队待了15年，猎人把捕获的猎物带回来，有时候都还会被六祖大师偷偷地把他放走。那猎人都是吃肉的，他们不会吃素。嗨，六祖大师还要帮他们煮饭。如果换成你，说哎呀，造业哦，杀生哦，就退转了，不做了，离开了。他在猎人队待了15年，那吃饭怎么办？锅边菜，六祖大师吃肉边菜。这就是六祖大师的功夫境界啊。印光大师说，待至正智烧开，则便愧悔无极。等到这些无恶不作的恶人，他们的智慧稍微开了一点，有一点福德资粮了，有一点善根了，就觉得非常的惭愧后悔。所以我常常都告诉莲友说，你要怎么度家人？你先度他们，
去行善积德，积功累德，帮他们，帮他做布施，最好拿他的钱去布施，累积他的善根。就这里讲的，等到他的智慧稍微开了一点，他就觉得非常的惭愧，非常的后悔。印主说，由兹遂复归命如来，心崇佛法者，古今来比比皆是。本来是恶人，但是他后来智慧开了以后，他开始归命如来，学佛了，最后弘扬佛法。他说，古往今来这种例子太多了。那么印主又说了，须知父母与逆子上升弃舍之心，父母对于很叛逆的儿子，甚至还会升起一个念头说，放弃他，舍弃之心。佛云逆恶不信之流，佛对这些忤逆无恶不作的这些众生，他更加的怜悯，欲生怜悯，何以故？悯其祸业深重。佛菩萨就是悲悯他们，他们的恶业深重，丧失了他们本有的清净心。印主说，失本心故，以虽则现实悖逆于佛。虽然他现在非常的叛逆，违背佛的教诲，但是他极心本具之天真佛性，能复丝毫不失，如胶膜中金像，就好像烧焦木块里面的佛像一样啊。印主说，胶膜中金像，碧衣中宝珠，就好像说一件非常破烂的衣服里面藏着一颗宝珠一样啊。蒙尘之勤净，就好像那个宝镜上面盖着灰尘一样。在蒲之金币，就好像说那个和氏币一样，这么样，这么珍贵啊。这个在蒲之金币，我在这边解释给各位听，它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和氏之币，和氏币。据说在春秋时代，有一个楚国人叫卞和，他在楚山有一个说法，说在荆山，荆山在今天湖北的南漳县，他看见有一只凤凰栖落在山中的青石板中。这位卞和他很有眼光，他相信说那只凤凰所落脚的地方应该是很特别的一块石头。他依什么？他说，凤凰不会无宝，不落无宝之地。换句话说，凤凰所栖息的地方都是宝地。然后他认为山中一定有宝，经过仔细的寻找，终于在山中发现一块玉璞，就是玉璞，就是璞玉。刚才不是讲在璞之金币，是金币吗？这就是这个玉璞的意思。玉璞就是一种石头，包着玉的那种石头叫玉璞。在楚山里面，他就把它挖掘出来以后，奉献给这个楚厉王。楚厉王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暴君。楚厉王就派一个玉人，懂玉的人来勘察，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玉，是不是宝玉。昏君就用昏臣嘛，用昏臣昏庸的大臣，这个懂玉的人说石头就是石头。那么楚厉王认为卞和欺骗他，王以和为狂，你骗我而悦，这个字念悦，悦就是一种古代的酷刑，割掉他的膝盖骨，
这个非常的残酷，剁掉他的左脚，等到这个楚厉王轰，轰就是什么？轰就是死掉的意思。古代天子死掉叫崩，那诸侯王公的死都叫做轰。后来楚武王即位，楚武王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国君，所以卞和又把这个璞玉献给楚武王，这就是我们刚刚讲说的在璞之金璧这个意思。那么印主说，愚人但见其外相，凡夫只看到他的外相，而不知其内容。佛则以外相而论内容，佛本身他是见性的，法身大士以上的如来，佛有这个智慧可以知道，众生都是佛，所以没有一个众生被抛弃，故无一众生或生弃舍也。是以感应篇汇编上东汉陈实故事，我特别引用印光大师的开示来表法，说明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来彰显这个陈实他本身是个君子，而且是一个菩萨的示现与教化。惭愧弟子黄柏林报告至此，若有讲的不妥之处，祈请师父上人教诲，请各位法师同修大德批评指教，阿弥陀佛。幕后这两篇呢，都是黄警官的啊。那我们现在还剩下12分钟啊，下面这一份呢，可能没有时间了。黄警官，我们认识很久，啊，这是一位善人，啊，这么多年来，他在参学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在中国儒释道三家都是重要的教育，因果教育比道德的教育转化人心还有效果。啊，有一些受过道德教育，遇到恶缘，譬如高明厚利，他还会明知故犯，他不是不知道。那为什么还犯罪？因为有利可图。啊，像贪赃枉法，但是真正通达因果，认识因果，深信不疑，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敢用邪知邪见去伤害别人。为什么？他知道有果报，现前能得一点利益，死后怎么办？啊，现在
得的是不义之财，能享受几年？何况享受的时候，一定受良心责备，心不安，常常怀着恐惧，怕自己这个恶行被别人暴露了，害怕了。那么就是活在这个世间，他提心吊胆，死了之后决定三途，严重的无间地狱。我们看今天社会，一切人事物跟今天所说的来对照，就很清楚很明白。那么别人怎么做法，我们劝他有没有好处？有好处，至少在阿赖耶里面落下善的种子。现在他不知道忏悔，堕落卧道他忏悔了，后悔来不及了。能知道过失 做错了，这个好，他在地狱受的苦比较轻，离开地狱时间可以提前，有这个好处。所以要学菩萨，要学圣贤，大慈大悲对待作恶的这些众生不要怨恨他。如果我们自己受他的伤害，决定没有报复的念头没有怨恨的念头，好啊。只要自己心平气和，把这些事情不放在心上，你再深一层的去观察，我们对他了还会升起感恩的心。为什么？我们这种忍辱的德行，把自己的业障消掉了。那缘呢？缘是他对我的种种恶行，我能原谅他消自己的业障长自己的福慧他做错事增长我们的福慧，我们还能怨恨他吗？我们还能不帮助他吗？如果更深一层观察，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一个自信里头变现出来的，自他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讲到究竟基础肯定自他是一体对于极端险恶的人都会谅解了都不会也起个恶念向他。
真正把它当作未来佛看待，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他本来是佛，现在也没有改变，只不过是现前意念迷失本性。啊，被外面环境虚假的假象所迷，啊，造作一切不善，那么外面的现象你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一切善恶业因业缘业果都不可得，为什么？它是生灭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既然没有一样是真的，你又何必去计较呢？又何必放在心上呢？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从同学们这些报告，我们做一句总结，都是善的，都是好的，这个教材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正面的鼓励我们，啊，负面的我们也用这个来反省，我们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把负面的教材通通做正面教材来用，帮助我们消除业障，增长福慧。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不但对佛菩萨感恩，对一切卧道众生同样感恩，啊，心目当中统统都是佛境界，啊，都是一真法界，在十法界，在六道，我们要看到一真，原本就一真，一真从来没改变。啊，我们就真正能放下了，放下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一切妄想分别之处，统统。啊，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啊，做不到怎么办？念佛，回归净土了。心上只放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不要放。就对了，啊，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法门，啊，让我们这一生当中真得真实利益，啊，三个真实，我们都可以证得：真实之气，真实智慧，真实之力。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